好不經不覺咧，你應該係去完洗手間。佢可能好攰嘅都。係，我就建議你咧買定啲嗰啲提神飲品，唔好飲太多啊，嗰啲高糖分。句句老道理喎。但係咧，我呢一集咧幫大家解毒，因為呢一節咧大約十分鐘啦，我希望盡量壓縮時間，因為咧真係咧你睇呢課書，其實你平時聽咧，好多學生同我講㗎。阿 Sir 聽你上堂咧，啊滿頭大汗，又碌來碌去，好似聽咗好多嘢，但係咧翻到屋企咧，喂俾翻曬你啦，你唔見你越嚟越肥咩咁？嗱，我話俾你聽，其實咧好簡單嘅，成課書咧，不論係論人、論孝定論君子咧，其實不外乎係兩個層次嘅問題。第一個係佢嗰件事嘅一個本質，或者我哋叫定義啦 ，definition。咁譬如你見到，譬如好多嘅即係開頭嗰啲，即係頭先欣 Sir 講咗嗰啲字眼咧。其實一開頭就係講緊一啲重要嘅概念，譬如人係乜嘢。嗱，你會發覺，譬如佢嗱，我先講孝啊，孝最容易講。佢直接問咩叫做孝，佢答案係無為。死啦，無為即係點解咧？於是乎佢就會用一個好生活化。孔子係好聰明嘅，係用佢一個好叻嘅教書先生嚟，我相信佢係用一個好生活化嘅方法話俾人，其實要點做，就係生是之以禮，死是之以禮。就係呢一月死就係葬之禮，就係呢一個過程。佢話俾你聽點做到所謂無為啊呢啲咁樣嘅概念。嗱呢一嚿嘢咧，如果你明白咧，去到論君子咁複雜咧，佢係用咗幾個唔同嘅層次。譬如你點對啲朋友嗱，其實如果你讀儒家嘅經典或者讀儒家成套精神咧，不外乎係人際關係點樣去應對嘅啫嘛。咁佢於是乎咧，佢嗱孝啊講咗一大段啦。在論君子那裡其實你怎知道你的朋友是否好人是否君子呢其實你看他的朋友就知道所以他就是在講緊他怎樣是了他就是講緊怎樣跟朋友相處也是一個其中的重點如果你懂得去這樣拆解呢這三個部分呢其實不是真的你想到那麼複雜這一個我覺得是要大家尤其是你在學校聽了一輪因為這課書是無限延伸吹到呢你可以直情 我真的以前呢文化科年代啊，即係呢啲講緊即係盤古初開嘅啦。我以前真係可以同佢哋講緊人同機器之間嘅關係㗎，即係因為嗰陣時啲嘢可能再深啲㗎嘛。即係譬如人變成咗一個同機械人點樣，你係咪應該當佢係工具咁看待咧？其實人係應該有人心㗎嘛。嗱，類似呢啲咁嘅講法啦。不過呢啲太深，我唔詳細講。但係我要解釋翻俾大家聽，譬如講到頭先後邊講到論君子，我特別要補充一啲嘅，譬如係君子病無能。嗱，個病字好多時俾人問你噶，個病個個都解疾病，我真係想死。其實唔係咁解嘛，其實係憂慮擔心，其實係投諸於己啊。嗱，有一個好老土嘅講法就係點咧？一隻手伸出嚟，一隻手對住人定對住自己啊嘛。我哋習慣係對住人噶嘛，但係儒家其中一個重要嘅精神就係我哋凡事投諸於己。所以你發覺佢所有嘅都係直指我哋自己嘅維心啊，我哋自己嘅內心究竟係點樣睇嗰一樣嘢？譬如論人，最開頭嘅時候我哋講緊。喂，乜嘢叫做？頭先我已經講過少少啦。富貴嗱，富貴係外在嘅嘢。我成日同學生講呢個位嘅名利權色係你陣時成日會面對嘅一啲嘢。咁呢啲你容易明白啦。我先講個大家最想聽嘅色先啦。即係有個靚女經過，你點對人哋啊？嗱，我係男人啊，所以我會用教男仔嘅方法。非禮勿視咯。咁啊，實係㗎啦。咁但係你唔覺意望咗我，你梗係。哎呀，咁點算？於是乎你就會想你怎樣去對人好你要學會怎樣對人好不是那麼簡單的整件事你可能拖住他然後跟住又做了很多即 你覺得 很人性的事但實際上面其實你不理人感受這一樣東西我自己覺得很重要就是你想回來富貴是富與貴名利權色任何的事都是人的所欲但是不以其道得之就不去了嘛、啊、你譬如、啊、不好意思有些性別定型的女同學見到身邊個女個閨蜜啊，而家好興講閨蜜，閨蜜個男朋友好靚好正正子喎咁，咁嚇咁你會點啊？你會唔會不得其道得之啊？大家明㗎啦，係嘛？唔會亂咁嚟㗎啦嘛。嗱呢啲位置其實喺今時今日，我哋點解話同我哋日常生活扣連好緊要，就係呢啲位置。欣 Sir、徐 Sir， 你哋講住先，你講先。嗱，頭先我哋反而講下另一樣嘢就係。這一課呢剛才我講開寫作、很多時候呢同學呢就、即背了很多東西啦現在很流行罐頭的嘛是不是、總之就自己暗在褲袋裡隨時啲 名人猛將就掉出來、上刀坐大一點樣掉出來這樣很多時候同學呢就、一知半解了的時候呢特別在、一些、
卷二的第二題，一些很議論的題目的時候呢，就想著拋書包，然後就想著自己融會貫通，將論人論孝論君子那些句子呢，就是不是都拋出來先。但是如果從寫作角度去看呢，我自己就覺得你拋就不緊要的，你好過冇得拋啦。但其實要注意一個位置，就是你拋完之後，你有沒有去展述，或者有沒有扣緊條題目，你有沒有扣返住個題目去演繹或者去展述你呢引呢一句其實想講乜嘢嘅咧？呢個係頭先我傾開寫作上面咧，即係同學要注意嘅。咁至於話你話去翻課文啦，課文呢度其實如果從技巧角度咧，我就會希望同學特別留心對比嗰、那個重點喺《論君子》嗰度。頭先我都略略提過嘅，因為咧去到《論君子》，因為頭先我所講，因為日常生活。很多時候在抉擇上面，君子會怎麼做，小人又會怎麼呢？那這個是其實必問，根本是必問，甚至乎會在一些題目上面作為延伸的題目。因為我們考九大能力，其中就是經常說的評鑑，評鑑的能力，你考你的創意，有這類型的考核的能力，他就會將可能會引一句，舉例君子病無能言，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咁樣。咁跟住佢，你除咗要展述翻呢句個原意之外咧，其實佢可能會問你：日常生活裏邊有冇遇到呢啲咁嘅情況，或者你有冇得去分享？咁嗰啲喂，嗰啲大嗱嗱六分題嚟嘅喎。咁你點樣去又要去解咗呢一句，然之後套一個生活嘅例子，然之後生活例子裏邊扣翻回扣翻呢一句嗰、那個原意？去寫出嚟，你才可以攞到上品的分數。所以同學温書的時候，你一定要通到每一句嗰、那個意思，因為呢一課咧，同頭即係同我哋之前嗰啲，譬如《岳陽樓記》啊，《廉頗論》出嚟，佢哋有跡可尋啊，即係有內容、有依據啊，你有故事性。呢、這、一個如果佢真係考核你嘅時候咧，佢就會好似乳豬咁樣斬件曬，然之後逐件上，咁你死火啦！你冇根據，所以你一定要好熟呢一課入邊嗰個每一句嗰個意思，然後一去到面對呢啲評鑑嘅題目或者係創意嘅延伸嘅題目咧，你就要識處理啊，同埋因為日常生活例子呢、這個即係都要講下，你哋引嗰啲例子啊，真係好好。好點講啊？好小朋友，好小朋友啊！好唔生活化，好唔觀照嗰、那個社會，或者好唔觀照嘅生活。呢、這個都係我哋即係成日改卷見到嘅問題。咁呢個你要留意咯。我講開寫作，我都想講下寫作啦。我雖然咧考試嘅文章我冇乜點睇過，我睇得最多就係比賽嘅文章啦。咁其實咧，我好多時候見到咧，好多時候學生寫文章咧，就其實基本上冇乜點用語錄體或者對話。其實咧，你用得好嘅話咧，其實呢種形式咧係好好用我見到就係第一，佢哋唔識用啦；第二，佢格式嚇、對話格式錯曬啦嚇。咁、當然亦都唔識得寫啦，寫寫下究竟咦應該用唔用口語咧？咁其實好多嘢咧喺學生作文上高或者無論你考試又好比賽都好咧，其實喺表達上高咧，佢哋唔明白嘅。可能佢哋即係的而且確咧好少嘅。文章係專係成篇都係語錄體啦，亦都係好少，即係可能喺上堂嘅時間比較緊迫啊，好少老師咧會集中去講語錄體個表達手法。咁其實我覺得學生咧，既然有課咁嘅書都係語錄體寫成嘅，不如學埋咯，係咪啊？我最後有三點提示啦。嗱，兩點咧就係同考試好直接相關嘅，一點咧就係即係一啲比較高層次啲嘅嘢啦，你當係。先講兩點，真係同嗰個考試有關。第一樣嘢咧，我覺得大家呢一課書咧，你真係要學識下諗下咧，代入去一個老師可以點樣出嗱出題目咧。其實咧，我講翻當十二篇篇章個角度先啦，唔講個考試啊其他嘢先，因為考試我都想補充嘅。仲有，因為咧，其實你會發覺咧，佢有乜嘢好出咧？第一個方法就係出個內容，就叫你就睇你背得有幾熟。如果你咁樣去背咧，基本上就喺語譯嗰部分會出現嘅。咁呢個其實你大概攞到一定分數啦，可能兩分一個細嘅即係一個字，咁然後跟住有句句子咁樣譯，咁咪四分咁，大約咧係咁。
咁但係如果我想出一條比較長嘅題目咧，牽涉到咧就係頭先因為講緊最高階嘅思維，要你諗下同現我哋頭先猛講同現實生活嘅對比，於是乎你喺嗰度會落好出咗好高嘅分數。而同我好多時好驚嘅地方就係咧，因為其實我係唔知道嗰堆嘢點樣對應翻現代嘅情況。apply 落去現實。其實好簡單嘅就係有個公式，就係將咧佢原本嗰句嘢你記得熟嘅話咧，就係將嗰句嘢嗱，我唔係叫你完整地翻譯一次咁簡單，係套翻即係好似代數咁啊，代翻落現實嗰個處境度，每個位代翻落就得㗎啦。君子坦蕩蕩，好啦，咁現代生活裏邊有冇啲人坦蕩蕩？我咪套翻落去咯。嗱，就係呢啲位嘅啫。嗱，呢個我諗另外一個要點就係咧，頭先講到有對比啦。呢本書其實佢嘅修辭技巧咧，因為佢一個比較舊嘅書嚟。佢冇咁多即係所謂修辭技巧乜乜喺度搞到你好混亂，但係佢都唔多唔少都有啲㗎。例如咧排比啦，你見到好有氣勢啦呢堆嘢。嗱點解會咁樣要俾你知咧？因為其實佢出嘅考核點啊，我哋叫做嗱，我哋呢個字咧，我哋唔係好常用嘅。不過呢本書咧，因為好散啊，如果我哋去温習冇一個準確嘅考核點咧，會搞到我哋好混亂。好啦，講咗呢個讀嘅部分，然後跟住我頭先講咗啦 ，oral 啦，我哋成日都會有啲句子掟出嚟啦，豆包袱啦，嚇人啦咁樣。嗱，成日都係咁噶，你講一句嘢咧，知其不知其所以然。你講出嚟其實你唔知做乜嘅，你一講考咧，無啦啦走去背一段嘢出嚟，咁你以為咁樣嘅時候，對方就俾你拋窒啦。其實個古仔咧，等於如果有同學睇過一套叫《龍珠》嘅卡通咧，就係、是、嗰個元氣彈。好 heat 喎而家，就元氣彈咁掟落去，你以為咁，但係根據石咧，元氣彈係冇死過人嘅，元氣彈淨係炸爆過一架汽車嘅就 OK。冇我做咁多年，我冇見過任何一個考生係因為人哋講嘅任何一句古籍，然後對方一定崩潰咗唔講嘢，我係冇見過嘅。所以我唔該你哋唔好諗住嗰句嘢係會令到對方崩潰同埋死亡，係唔會嘅。你一定要諗後續。最後一點，我真係要同大家講一啲高層次啲嘅啦，價值觀嘅嘢。其實裏邊好多字眼咧，我哋冇時間詳細同你講啊。譬如殺身成人同埋死身呢啲字眼，我冇機會講。唔係叫你去死，大家千祈唔好話求下你哋拜下你哋。唔係叫你嗱犧牲好多嘢㗎，犧牲時間。我哋去幫人哋去做義工係犧牲，犧牲我哋嘅生命。生命有時間㗎嘛。我而家犧牲咗啲時間同你錄緊音都係犧牲咗啦。嗰、那個生命同埋嗰個時間嘅長度，其實呢個已經係殺咗生㗎啦。所以你嗱呢個太深啦，我哋啲細胞啊，係死咗啲細胞啦。其實我哋要咁樣諗咧，你就明白，唔好將嗰堆嘢就咁從字面，因為裏邊好多字咧。如果你再睇咧，譬如嗰啲咩嗱，有個字係酸啊嘛，酸而出之，其實係信啊嘛。古文有好多嘢嗱，句式嗰啲我冇時間同你講啊。如果唔係咧，講你諗下呢本書嘅老師講幾耐？即唯一可以話俾大家聽，呢課書係裏邊隱藏咗好多好多意識嘅。請大家真係咧慢慢去釘。我而家幾廿歲人咧，我再睇翻咧，我都覺得有味道。咁啊，兩位大哥仲有補充？冇。如果冇就係第四節啦。我哋等緊阿嘉賓喺度，好緊張啊！一陣間我哋再講。好。